Hello， 我们今天在 Palm Springs， 今天是天气特别的好，看一下后面的山，很美。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很喜欢在短期度假的地方，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就能到这里来，从尔湾到 Palm Springs。我们现在去吃 breakfast brunch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为什么好呢？ Palm Springs 呢是一个你可以运动爬山一个很好的地方。我们今天来吃这个叫 Farm， 它是这当地是非常出名的，很出名的一个 breakfast brunch 的地方。下次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。那这个地方的景观环境特别的好，就有一种非常温馨很 relax 的感觉。吃完东西，我们就要去爬山喽。